恩典365，365天，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祝福你天天每一天，今天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面，好像约瑟一样，在他的人生经过高山，经过低谷，各式各样的困难，但是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，他始终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。祝福你，约瑟的神也是你我的神，爱他的，祝福他的，也是爱你我，祝福我们的这位独一的真神。在约瑟和哥哥们相遇，和他的家人们相遇，而且相认的过程当中呢，其实约瑟很成熟，他一步一步，我想他做的很多的事情要了解一个关键，就是哥哥们改变了没有。当年那个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陷害他的哥哥们，为了嫉妒可以陷害他的哥哥们，今天还是这样的人吗？所以他做了一些安排，把小弟弟要带回来了。而这个时候他要看看哥哥们的反应是怎么样。圣经上说哥哥们的反应是这样的。我真的很感谢神，约瑟有很多的改变，很多的成长，变成一个成熟的人。哥哥们也有他们的改变。圣经上说，当他们发现那个行李打开来，在便雅悯的行李里面找到了那些他们诬赖他说他们偷的东西的时候，哥哥们就撕裂衣服，这是一个忧伤的表现。个人把这些他们的行李都放回到驴子上面去，然后呢，又刚刚拿下来检查嘛，现在放回去，放回去怎么样？逃跑？不，回城去了，回到埃及去。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跟小弟弟一起去面对问题。他们没有丢下小弟弟，不关我们的事哦，是他哦。我在他那里找到了，那他自己负责任了。刚才讲的是随便说的嘛，那现在是他出事了。不，他们非常认真的同担重担，这就是爱。爱就会有承担，有爱就会有承担。你爱一个人，他不管发生什么事，你会跟他在一起。如果没有爱，就一旦出事了，就啊，真的上帝祝福你啊，我就走了。可是有爱，那个爱不是只是轻轻松松的一句话，而是可以真的彼此承担在神的恩典里面。读到这里，我相信约瑟其实心中也七上八下，因为不知道这一次回来的是谁。这次回来的是真的就是小弟一个人被抓回来吗？看到小弟当然很开心，但是如果只有小弟回来，我想约瑟是很伤心的。哥哥们还是没有改变，还是出事了就先自保，保护自己。但是谢谢主，回来他看到的是11个人一起回来，10个哥哥和那个现在看起来是出事的那个小弟一起回来了，大家生命都有改变。我还是要和你分享，在这一系列的分享当中，我觉得神总是提醒我，求主帮助我们。我们不但看到神在我们身上有恩典，你也要知道那个伤害你的人，那个让你非常愤怒的人，你也要给他留下一个空间，说在上帝的手中，他的生命也会改变的。所以观看神荣耀的作为吧。见神经中有神的应许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，他应许成全大而难成的事，只要信靠他的真道，没有难成就的事，只要你信靠救主，没有难成就的事，只要信靠他真道。当听神的声音对你说，在我岂有难成就的事，你当专心依赖信靠，接受救主真道，所有的
的事，所有的事，所有的事，在神必能成就。这是神的话，在我凡事都能，为你而写，你当接受。相信他的应许，神不会落空。凡他所言，他必成。求的事，只要你心靠救主，没有难成就的事，只要心靠他真道。当地神的声音对你说，在我岂有难成就的事，你当专心依赖信靠，接受救主真道。所有的事，所有的事，所有的事，